每个人都说张扬，哪里张扬了？那我就跳个舞蹈怎么了？他们都太过分了，一点都从来没有站在别人的角度去考虑。威儿，威儿，你看看我，你想想我，能不能在你哭那个？你是你，我是我，我跟所有的人都不一样。每一个人他都觉得我有一点什么外貌也好，各种样子也好，就觉得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没有一个人去抛开外表看我的本质，有吗？有吗？有一个人吗？啊，都觉得外表怎么样就去定一个人。那有没有觉得本质比外表更美丽呢？他有没有认真的去了解呢？我想说啊，大家到全程练来找对象，你们一定不会想到你们在这个节目当中找对象会面临那么多的非议。之前我们因为全程练做8年了，我跟老王看了太多的姑娘上了节目之后，看了网上那些弹幕，看了所有网友的评论，活都不想活了，说我就找个对象，凭啥呀？给我骂成那样，给我黑成那样啊！但是大家要面临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，就是网友他在吐槽的时候，他为了他自己过瘾，为了自己嘴痛快，他可能就是打出这样的一个字幕了，或者说他就说这样的话了。我们不要听别人怎么样，还要做你最真实的自己。喜欢你的永远喜欢你，不喜欢你让他边上凉快去，对，好吗？为啥都老来灭我灯呀？很正常啊，有喜欢你的就会有不喜欢你的嘛。范冰冰都在说呢，有多少人喜欢我就有人多少人诋毁我，我能接受，慢慢来。你还给我们小伙哭懵了是不？没事、你该选选你的意中人，该送你的炸弹送炸弹，该玩你的玩你的。我就是没绷住，因为我本来就今天情绪不太好，身体不太舒服、然后就连面两个就有点那个啥，有点崩溃了、关系啊、来吧小伙子，赶紧选吧，选意中人。你看你把人惹的，16个姑娘对谁的感觉最好？来看一下小伙第一个短片，了解一下。我是一个能折腾的人，我们全家都是能折腾的人。以前在老家伊通小孤山，我爸妈就非常的能折腾，全屯子最能折腾的就是他俩了。养过猪，扣过大棚，做过豆腐，养过牛。啊，现在我妈开的美容理疗馆，我爸开的是旧小店，这就是我的店。为啥说我比我爸妈还能折腾？因为我的饸饹面长春仅此一家，也是最正宗的，最好吃的。面，我吃面好吃啊！我从网上看这个，特意开车过来的。没白来做这面，还是不说没白来啊？面多。为啥说我能折腾？因为我不光能卖面，还能卖手艺。每天的下午2点到4点是闭店休息，在这个时间内我直播招一些学员。学费多少？学费5000米啊，包教包会，公吃公住，不限制学习时间，1般5到7天都可以学会啊，非常的简单啊。现在经过我们培训的学员已经有40多个了，全国各地都有，他们有相当一大部分都自己开了店，而且生意都非常好。我的店里光靠着收学员2个半月就净赚了20万。以后我还要把我的生意做得更大，我要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。目前在长春，我们家现在有2套房，还有一台小车。今年我才24岁，我还会再折腾再赚钱，所以我希望我将来的对象能够接受我爱折腾的性格。六号李楠，会喝酒吗？会喝酒，但是并不常喝。量好不好？3瓶左右吧。你为啥问人家能不能喝酒的事儿啊？我觉得开饭店的，我的朋友里都挺能喝的。还有一个老爷们儿，我觉得得喝点儿，就是出外面办啥事儿啥，敞亮大方的，是不是？酒桌好办事儿吗？然后作为我吧，半瓶量不行，我就觉得得找一个能喝酒的。他在前面喝酒，我负责后边说话。不是大牙，那刚才我弟弟多好，那一宿2箱的量。你弟弟结过婚呢，那我爸不干呢。
我真觉得咱东北姑娘在对待就是未来男朋友喝酒这问题上，可能是全国最宽容的。对对，是不是？而且好像不会喝酒都觉得不爷们儿哈。14号、15号，你俩这手，我俩一个问题就闻着味儿了。我感觉那炸弹里边都是茶蛋吧，好吃。我感觉是包你，还导弹呢，还茶蛋。哎呀，有那形挺高，挺像里边高高的，搁点水烧开了，端上来都煮熟了。只猜对了一半。这是什么炸弹？就是煤气罐炸弹，里头装的全是肉，肉串，肉蛋，肉串，对，肉蛋，煤气罐炸弹，对，就是、这里这就是煤气罐吗？这就是煤气罐改的，是都有煤气罐改的呀？对呀、啊，你现在都叫啥呀？炸弹炉，什么？炸弹炉，炸弹炉，炸弹炉，啊、能给我们打开吗？打开看看，可以，可以啊。哇，是这样啊？我们看不着，也能吃着就行啊。我想看看，哎呀。我要两串，我要三串，有一点像那种吊炉的那种烤肉的似的哈。啊，快发呀，一会儿凉了啊。先发这边，现在发我们这边，我们先要的。味道怎么样？好吃。哎，我拿的是那个鱼丸和香肠的，三水拿的是牛肉的，拿的是鸡心的，我们仨穿上着吃的，都特别好吃，牛肉最好吃。嗯，好吃的都没治了。你这小圆脸瞬间撑的就是大圆脸了。说这个脸的事儿了，我脸可小了。为啥拿这个东西来呢？给大家带这些吃的，为啥？第一，这个是个惊喜啊。第二，就是让他们尝一尝，我这个也是我新上的一个项目，让他们尝一尝，帮我品尝一下，提也可以提提建议。你除了这个饸饹面，又新上了这个项目？对，这是新的，所以说，刚上不久。哎呀，你说这小伙真能折腾哈、啊！而且我觉得你折腾的还都是挺有远见的，盯的项目都挺准的。这个我没见过啊，我没见过，我觉得挺好的。好，大家尝过肉串了是吧？哎，对小伙有了解。